过年买福袋求好运，现在连超商都开卖，标榜人人有奖，而且还很大奖，首奖是超过7万元的机车，也有现在最夯的3C 商品，笔电、手机等。如果没抽到也别遗憾，还有2包零食和1瓶饮料解解馋。那价格大概在100元左右，它其实非常的经济实惠，那可以就是让一些年轻族群啊，或者是上班族群，可以在过年的时候，然后来就是排队。另一家超商则是推出春节食玩概念商品，刻意结合游戏和零食，例如丢骰子后还可以打开包装吃爆米花，或大富翁一边玩一边吃附赠的巧克力。觉得很特别，因为以前就玩大富翁，然后现在大富翁居然有变这么可爱，而且还是巧克力主题。过年的时候无聊啊，小朋友啊都应该蛮喜欢的。过年就是要好玩热闹，很多人就把排福袋当活动，因此各家通路纷纷抢进，百货公司1000元福袋，大奖是100万名车，卖场刮刮乐还有超市都是100元有机会抽机车，抢攻春节百亿商机，成功吸引消费者上门。记者吴嘉文、陆怡台北采访报道。